好，大家好。那么阴阳的易经呢，人们就往往和算卦和风水联系在一起，甚至跟这个封建迷信结合在一起。那么其实呢，这是现代人因为不了解易经的这个真貌而产生的一种误解。那么易经又叫做周易，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这个太极、河图、洛书、八卦、64卦，还有连山易、归藏易、周易、易传等等。那么易经从这个表象形式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啊，分别叫做象、数、理、占，而占卜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大家普遍认为这个一说易经就跟算卦有关系，确实有关系，但是它并不只是易经，并不只是算卦的啊，那只是一个方面。大家看这个易经讲这四个方面，叫象、数、理、占。象指的是这个意象，数是指的是易数，理是易理，占是易占，也叫占卜。那么这个象呢，就是在9000年前这个伏羲氏这取法于万物，就是根据万事万物的这个形态啊，来概括出这个八卦的形象，叫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始作八卦啊。那么这个意象实际上是一个物象的一个概括啊。这物象就包括天地自然的这各种事物的这种形象的一种概括。那么古人通过对这种形象的事物的概括，来展现了一个概括成一个符号，然后来表达一种道理啊。那么这个易数呢，指的是易经里边的数字。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河图洛书里边有数字，有1、2、3、4、5、6、7、8、9、10，还有这个易经这64卦，它本身也是数字。那么易理呢，主要是指的易经里边这个卦辞、爻辞这些文字啊，还包括象辞、彖辞那么这个通过这些文字来阐释了一个万事万物的一个规律啊，一个道理、一个哲理在里边。那么这些东西呢，对人的生活、对治理国家，包括对管理企业有很大的启发，这是指的易理，它属于这个理学范畴。那么易占呢，就指的是这个占卜。占卜现在来讲就是叫一种推理和预测那么现代人其实你包括现在包括什么科学预测，包括对这些科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对社会的发展进行一个短期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的一个预测啊，这个道理跟古代是相通的，但是古代的占卜它跟今天是这个方式不一样，它是用这个算卦的方式啊。那么古代的这个易经里边象数理占和现在的科学也有一种对应关系。大家想一下这个易象，那么在现在科学是怎么来就是来对待现象呢？比方说他说这个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个事情，那么首先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啊，也是一种宇宙里边一种运行规律。那么地球围绕太阳转，但开始的时候呢，人们可能不一定清楚这个现象，那么他只是发现一个表象，就是说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转呢？发现这么一个现象，然后对这个事情进行这个数学的统计啊，统计这个多长时间这个地球围太阳转一圈啊，这需要1年的时间。一年大概多少天？365天啊，大概365天左右啊。就这是地球围绕太阳转的周期。然后通过长期人们的这种计算之后统计出来，发现地球围太阳转就是需要这么多天转一圈。那么再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呢，人们就得出一个公理和定理啊。然后根据这个定理和公理呢，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科学预测。还有月亮还要围绕地球转。那么根据这几个规律呢，就可以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日全食，什么时候会发生月全食啊，这就是这个现代科学它这么一个先后的一个关系，就是根据自然现象进行数学统计，然后再总结出一个定理和公理，然后再对事情进行预测，这就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逻辑。那么这古代这个易经的这个道理呢，就是根据一个，它当然方法有所不同，它也是取法于这个万事万物这个天地这种变化的这个物象，然后概括成一个符号啊，然后对这个符号呢它进行分析，进行推理，这就是数学统计，就是数学这个预测的一个过程。你包括这个预测的时候，他讲这个五十根这个食草进行了推演啊，推演一个，最后通过推演之后得出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叫义理啊，这就是他总结出一个人生的一个规律在里边。然后根据这规律呢，也可以进行这个对人生进行预测，对一个事物进行预测，这就是占卜的范畴。那么当然古代占卜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有神论的思想在里边。就古代因为他认为这个古人信仰这个信神嘛，认为这个人是这个天地人，还有神来掌管这一切。所以这时候他用这个占卜的方式来推测这个就是老天这个上天的这种安排啊，就是揣测这个神的这种旨意。所以他进行这个占卜，这是古代的这个古人的这种思维逻辑。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呢，这个荀子就是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讲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善为义者不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是说，真正精通易经的人必然掌握了世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对人生就没有了疑惑，随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就不需要占卜。因为易经里讲这个无疑不卜，就是你没有大的疑惑，比方说人生活有一大的困惑解不开了，这个坎过不去了，那么我问别人也解答不了啊。他认为这种遇到重大疑惑的时候才会去占卜。但是如果你懂了这个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掌握了人世间的规律之后，你就自然就没有疑惑，那么没有疑惑也就不必要占卜。所以荀子说这个善为义者不占。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我写的这个易经龙经这本书，也是侧重于这个讲这个易经的意象和义理啊，而不侧重于占卜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这个当你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啊，懂了这种规律之后，真的就会减少或者没有疑惑，那真的就不需要占卜啊。那么古代讲这个三义之法啊，就是易有三义。那么何为三义呢？三义指的是这个夏朝的连山易啊，这个连山易据说是炎帝神农氏所作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商朝的归藏易据说是轩辕皇帝啊，轩辕皇帝所作。还有周朝就是周易啊，那么周易的这部分就是周文王所作。而且古人认为这个连山易啊，讲的是天道啊，讲的是天的一个运行规律啊，是个天法。而这个归藏易是地道，就是地上万事万物的这种运行规律啊，是地上的一个法则啊，大地运行的一个法则。那么这个周易呢，就文王写这部分呢，是讲了一个人道啊，指的是人世间人要想做事情啊，想干成一件大的事情，甚至是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应该遵循的一个道理啊，和人的一个准则啊，一个规律啊，这叫人道，这就是三义。那么古代的太卜就是这个给皇帝给君王搞占卜的这种叫太卜，他需要掌三义之法，就是这个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他都要掌握，才能够给这个君王进行这个准确的预测。那么大家看图片里边的几个人物，最左上角是伏羲氏，这个伏羲氏对易经，伏羲一化开天下嘛，就是他做了先天八卦啊。这是这个易经的源头啊，那么大概在9700年前啊，离现在接近10000年。那么中间这个是周文王，周文王大概离现在3000年前，在商末周初啊，在商末的时候，商朝末年，在监狱里边，根据伏羲的先天八卦和神农氏的这个先天64卦，然后推演出了后天八卦，也叫文王八卦和后天64卦，然后阐述了一个做人的一个道理，然后而且指导他的自己的儿子周武王，然后伐纣成功，建立了这个大周王朝。那么最右边这个是孔子啊，孔子呢在这个2500年前，他是根据这个文王所做的易经，然后做了易传啊，然后把易经呢又进一步升华的一个理论的范畴啊，然后对人就是说更侧重于哲学的研究。那么下边两个是两位是这个，一个是周武王，一个周公旦啊。这周武王和周公都是这个周文王的儿子啊。周武王是这个排行第二，排行老二。这个周公旦是排行老四啊，都是周文王的亲生儿子。那么这个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被称作这个周朝的这个三个圣人啊，周初的三个圣人啊。那么他们就是说，武王建立了周朝，然后这个周公旦呢，使这个周朝这个天下稳定下来，而且制定了治理作乐，使这个周朝的这个政治制度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状态。那么我们今天所阐释的主要是这个周文王所做的周易这一部分，那我们从历史角度啊，从成功学、教育学、管理学的角度，对文王64卦做了一个全新的注解啊，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我发现这个就是文王创作的这个64卦的一个重要目的啊，竟然是如何指导教育自己的儿子周武王、周公旦如何成长壮大，如何不断的壮大西周的力量啊，如何打败暴虐的商纣王，如何建立大周王朝，如何开创太平盛世的这么一部集成功学、教育学、管理学于一体的经典著作。它对我们今天如何指导人们迈向成功，如何教育子女，如何教学，如何更好的管理好企业，都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它将带给我们智慧和启示，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受益无穷。那么易经呢也被称作龙经。那么看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龙啊，就是说大家看这个图片，左边的龙是中国龙啊，这右边这个龙呢是就西方地域之龙。所以一谈到龙的时候，这前些年就有些误解，就是西方的人一听龙啊，以为是西方人心目当中觉得龙是这地狱之龙，他认为是个恶兽，是个邪灵，是不好的东西。但中国龙实际上是左边这个形象，那么是一个智慧勇猛啊，恩泽天下，虎御万民，这么一个非常就是一个正义的化身啊，这是中国龙。所以说现在这些年这个英文的名字这个龙啊，这个改名成这个 LONG， 就是龙，不用那个 dragon， 不用那个词了啊。那么中国人被誉为这个龙的传人啊，龙是恩泽天下，虎御万民，博爱、智慧和勇猛的化身，他能屈能伸，能隐能现，高瞻远瞩，统御天下，威震寰宇。那么龙同时在古代的时候又是帝王和成功者的象征。中国人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么孔子呢，当年形容这个老子啊，其有龙乎啊，吾不能知。他当年这个孔子第三次找这个老子去问道，这个老子就给他讲了很多道理，然后这个孔子回来之后啊，就好几天都不说话，然后他学生就问他这个，问孔子说，老师你怎么不说话呢？然后这孔子就说我知道这个鱼啊能在水里游啊，鸟在天上飞啊，野兽啊能在地上跑。鱼在水里游呢，我可以这个用钓竿把它钓上来；这个鸟在天上飞呢，我可以拿箭把它射下来；这个野兽在地上跑，我也可以把它捕捉到。但是老子的思想啊，就像龙一样，由于太虚幻境啊，让我琢磨不定啊，就太有智慧了。就是我回来之后，我听他讲了道理之后，我的嘴巴张开之后啊，就闭不上了；舌头吐出来呢，就收不回去了啊，就是听呆了。那么回来之后，好几天都这个连话都不敢说，就由此可见，这个孔子就认为老子的智慧啊，就像龙一样啊，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就是由于太虚幻境，感觉自己非是这个常人所能比得了。那么由此可见，在这个孔子心目当中，龙是一种智慧的化身。而中国人呢，今天可能由于这个对这个龙文化了解的不够透彻吧，然后学习了各种各样的动物的文化啊，禽兽文化啊，这是一种很悲哀的事情啊。那么中国人应该学这种龙文化啊，学习这种龙的这种智慧和勇猛。大家想一下，你说豹子、老虎、狼，人家西方人有的国家有以这个鹰为图腾，对吧？像德国是以鹰做图腾，有的国家以狮子和老虎作为它的图腾，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啊。然后有的军队是以豹子，什么黑豹突击队啊，以豹子作为这一个军队的一个象征啊。现在学这个还有学蚂蚁文化的啊，学的蚂蚁很团结啊，还有学这个现在又学狐狸文化啊，学狐狸文化，因为狐狸很狡猾，还认为狐狸的狡猾值得人们学习。那么这各种各样的动物和禽兽这种文化呢，它都有它的这个优点，同时它也有它的很多不足之处。那么相比之下，这个龙文化它就更完善一些啊。龙文化就是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民族特征，所以作为中国人来讲，应该学习龙的这种品性。那么易经的64卦，它每一卦都展现了一个龙的特性在里边也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智慧和启发。那么下面我们大家一块来共同学习这个易经的64卦展现出的龙文化。那么有很多人就会问，那么我们说龙文化，那么龙文化到底在哪里呢？早在3000年前的这个商末周初，有一位伟大的圣人周文王，他在监狱里边创造了易经的64卦和爻辞，而他正是用这些卦象和爻辞指导自己的儿子周武王一步步成长壮大，打败荒淫暴虐的商纣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最伟大的王朝之一——周朝，历时800多年，而诸子百家皆诞生于此，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周武王成为开国帝王，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文王造就武王，文韬武略，文王之教可谓是大功告成。那么64卦环环相扣，与武王的成长之路一一对应。由此可见，《易经》就是一部望子成龙的真经，是一部伟大的成功学巨著，是我们中华文明几千年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龙文化的具体展现。大家想一下，我们现在学成功学，那么你要学成功学，就需要学一些典型的案例啊。那么谁取得了在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古今中外谁取得了这个大的成就？他的经历是不是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啊？大家想一下，这个周文王把自己的儿子周武王还有周公旦培养成两个圣人，培养成开国帝王啊！你想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成功啊？那么在这份文王的对子女的教育，可以说是这个万世的典范啊，值得后人去学习和效仿。再说这个作为一个人来讲，那么在古代来讲，就如果成为帝王，那可以说是最大的成功了啊！现在光讲这个成为企业家，成为什么世界首富啊，或者成为一个地方的首富啊，或者是成为一名了不起的这个名人，这是成功啊。那么这一些加起来，其实有的时候相比古代一个帝王的成功啊，可能还要差一些啊。那么帝王是一个综合性的成功啊，他不论在权力上，在这个经济上啊，包括在知名度上，是不是都各个方面都要获得了最大，还有他的德行、影响力啊，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啊。所以说，那么就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么文王64卦呢，就讲述了龙的64种品性和智慧，也就代表了君子的64种德行和智慧啊。那么下一步我们是进一步的深入学习。那么谈到易经，尤其是周朝这一部叫周易这一部分，就是周文王做的这个64卦啊，还有周文王的八卦，那么就需要了解一下文王这个人啊，看看文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啊，他创造了这部书啊。因为你想了解易经的话，你必须得把自己就投入到那个历史背景当中啊，把自己设身处地的体会一下当年文王的所思所想啊，他所处的历史的境遇啊，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写，他写出来是什么目的，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就像演员一样，要进入角色，然后才能体会到这个文王为什么这样来创造易经，他的真正的目的和用意是什么。周文王出生在公元前1228年，他继位呢是在公元前1182年到这个公元前1132年在位50年。这个继位指的是周文王，就是这个当时他担任了西伯侯的职位就这个继位，因为他终生他也没有当王，他是只不过是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武王把他给追封为谥号为文王。那么文王姓姬名昌又称周侯、西伯侯、西伯昌他出生于这个岐夏，就是今天陕西岐县岐山县境内。那么古公亶父之孙，他的祖父呢是古公亶父他的父亲叫做季历，他的母亲叫太任。那么周武王和周公旦都是他的儿子。那么他与这个五帝之首的这个黄帝是同姓，黄帝也是姓姬黄帝生于姬水嘛，所以也姓姬。那么这个他是，而且文王也是黄帝的后裔是他的后代。那个在位50年，享年97岁。这个史记史记里边记载，文王居而演周易，就是西伯侯在这个被囚禁在游里城，就是这个游里城指的是今天这个河南汤阴这个地方有个游里城，这是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最早的监狱了。那么在狱中文王在狱中推演了先天易术，然后将伏羲的八卦和先天64卦演化为文王八卦和文王64卦史记的内容更加丰富，算法也更精准。那么文王的母亲呢叫做太任被称作中国胎教的第一人。据这个《列女传》《母仪传》《周氏三母》里边记载，这个太任是文王之母这个至任氏中女也，至任氏的中女那么王姬呢娶为这个王妃然后太任之性呢，端衣成装，为德之行，及其友任，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这是《列女传》里边的记载。那么太任呢，这个生的美丽端庄，他是这个治国，就是今天这个平舆当时这个治国国君任侯的第二个女儿然后生的美丽端庄，聪慧善良，性格温顺典雅，平时家教甚严为德之行，意思就是说具有高尚的品德，芳名远扬她长大之后呢，嫁给了文王的父亲季历为妻。那么太任嫁给季历之后呢，她也向着她的婆婆太姜，就是这个文王的就是现在说奶奶就是祖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那么这个太任呢，就像她的婆婆太姜一样，体贴丈夫，爱护百姓，凡事遵循礼仪，一心一意的做有德行的事。后来她怀孕之后呢，怀了文王之后，为了胎儿能够孕育的更纯正，他不看不好的颜色，不听淫秽的声音，不说狂傲的话语，不吃辛辣生冷的食品以保持仁爱祥和的心态，让胎儿受到良好的孕育。可以说太任是中国胎教第一人。自此这个华夏女子就纷纷效仿就从此就学会胎教了。在古代胎教早就有不是现在的新名词3000年前早就有了。那么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太太这个词儿，就这个词怎么来的呢？就当时这个周王室从古公亶父到季历、文王三代人都有一个贤妃良母助兴周室，母仪天下，所以呢能形成这个姬周王室800多年的江山社稷，皆因为有这个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上辈齐家治国的德育教化而来这并不是这个偶然产生的因此呢，后来的王公贵族的女子呢，皆以周氏三母三位太子辈的贤妻良母为典范，纷纷效仿，并尊称已婚的女子为太太，以此勉励劝勉天下女子效仿周氏三母的美德，将中华女子相夫教子的成功经验世代相传，这是太太这个词的由来，就是从这个人周文王这一家这个演变过来的。那么文王诞生的时候呢，这个据历史记载也很奇特啊，叫做麒麟送子，丹书受戒。这在公元前1228年，商王祖甲31年，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在做梦的时候呢，梦见了一种奇异的怪兽，就是神兽啊。这种神兽呢，长得形状像马，这个状像又像鹿啊，然后尾巴呢像这个牛尾，而头上有角啊，变身是龙鳞。那么这种神兽呢，就是传说中的麒麟啊，就是文王的母亲梦见了麒麟啊。那么而在距周文王这个500年后，又有一位大圣人出生，那便是孔子。传说孔子出生的时候呢，他的母亲颜氏也同样梦见了麒麟。于是呢，后来民间就传说，便认为麒麟可以为自家带来孝子贤孙。据记载，在文王降生的那一天，天上这个出现了一片火红的祥云啊，这是祥瑞之兆。然后这个文王出生后呢，有一只红色的小鸟啊，飞到了太任产房的门上啊。然后最为奇异的是，这只小鸟呢，嘴里还含着一个，就衔着一封丹书，就丹书就是用红色的颜色写的写的这种一张纸啊。那么一直飞到这个姬昌，就是这个鸟呢，就把这个丹书就是放到这个房门前，然后放下丹书就飞走了。那么据说这是一种吉祥的先兆，叫做圣瑞。那么人们打开丹书一看呢，上面还写着字儿，这个字是什么呢？叫做敬圣代者吉，代圣敬者灭。欲胜欲者从，欲胜欲者凶。凡事不强则亡，不敬则不正啊。亡者废灭，敬者万事啊。以人得之，以人守之，其量百事；以不人得之，以人守之，其量十事；以不人得之，以不人守之，不及其事啊。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啊。当然，这个东西也不好考证，但是这历史上是有这样的记载。这个大齐的意思是什么呢？咱就光翻译后边这话吧。后边的话就是人比较好，经常会用一下啊，好理解一下。后边这几句话就是说，以仁义取天下，以仁义守天下，则可以传之百世啊。就是帝王啊，用仁慈、用仁义来取天下，那么用仁义来守天下啊，这个国家呢就会传，就是会有百世的王朝啊，就会能传播100代。那么以暴力取天下，以仁义守天下呢，则可以传之10世啊。以暴力取天下，但是以仁义来治理天下，那么就会传10代啊。你比方这个清王朝好像就是10代啊，清王朝10代，唐朝也是大概是十几代，按多数都是十几代啊，有多的吧，有30代、20代的，就这样的这种王朝啊。那么周朝是30多代。那么以暴力取天下，而又以暴力守天下呢，则会一世而亡啊。这个最典型的就是你比方这个秦朝啊，秦朝只有2世啊，很短暂啊。那么还有这个元朝啊，也是只有不到100年啊，几十年的时间也很短暂。这就是以暴力取天下，又以暴力守天下，就会一世而亡啊。这就是历史上传说的丹书受戒啊。那么还有一件这个奇异的事情呢，就是文王这个人啊，生来就有那个男人啊，有4个乳头，这是就意象嘛。你像其实古代的时候讲这个，它也是一个比喻，一个形象的比喻。比方说动物吧，那个有那个，它就可以哺育这后代嘛，对吧？那么这说明文王这个人啊，也是能哺育天下啊，有这层含义在里边啊。那么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仿佛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但在古人看来，很多大有作为的君主贤臣啊，都是身有异象啊。比如说东汉这个王充在这个《论衡》里边列举啊，举例说皇帝当年这个面貌长得像龙啊，颛顼帝头上长着角啊，这个帝喾的牙齿连成一片。这个尧帝的眉毛有8种颜色啊，没有8彩。这个舜帝呢，每只眼睛里边啊有2个瞳孔，就他比咱多一个瞳孔，就这个人这个眼力很好啊。那么这个大禹呢的耳朵里边有3个孔，一个耳朵里边有三个耳朵眼。那么这个汤的胳膊上有2个轴。周文王胸有4乳啊，周武王呢眼高可以看见头顶上的太阳啊，这也是一项。那么周公旦呢，他的背天生就是驼背啊，是驼的，周公旦就是驼背啊。那么这个狗尧是这个和大禹是一个时代的，他也是是一个了不起的礼官，就是最早的这个法官，就中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早的一个法官啊。他也是理性的一个起源，就是姓李的人啊，好像很多都是这个狗尧的后代啊。那么狗尧的嘴呢，长得像马嘴啊。也很奇特啊。那么孔子的头呢，头顶是凹下去的，所以叫做孔丘。这些人都有意向啊。那么文王出生后呢，他的祖父古公旦父呢，曾对他的未来做了一个精准的预言啊。这个《史记》里边记载了他的预言。古公旦父曾对人们说，我是当有星者，其在昌乎啊。就姬昌到了成年呢，长得是龙颜虎肩，身长10尺。也个子很高啊。那么这个他的祖父古公旦父就是说，我是当有星者，其在昌乎，就是我这个周朝这个姬氏家族啊，将在这个周文王就是姬昌这一代啊，就会兴盛发达啊，就会有大的作为啊。这说明他这个古公旦父也是个了不起的预言家啊。他就因为古公旦父，你知道说到这句话，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他的古公旦父的儿子一共也是有好几个儿子。这个季历呢并不是长子，他好像是第3个儿子，是老三。季历是文王的父亲。然后这个季历的2个哥哥就听说觉得他父亲说将来他的孙子就文王这姬昌将会有所作为。那为了能够让姬昌能够顺利的继承他这个家族的这个产业呢，他2个哥哥就隐姓埋名，就躲起来了，然后就没办法，就只能把他这个家族的这个产业呢，就继承给这个就是文王的父亲季历，然后后来文王才又继位啊。你看，所以说他的家族人这个人还是很有德行的啊，不去抢这个家族的这个产业，而反而是把它让给了有德行的人，让给有能力的人。所以再就说明一点，那时候的人啊，对这个预言是很相信的。他真的是非常相信这预言。那么这个文王的父亲叫做季历。那么文王年轻的时候曾经讨伐这个商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啊曾经被商纣王的爷爷文丁王给迫害死了啊。那么下面我讲一下他的父亲是怎么被迫害的，就是季历之死。那么文王姬昌逐渐长大啊，并亲眼目睹了父亲季历南征北战、开疆拓土的发展历程啊。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啊。那么文王的父亲季历是个大将军啊，作战非常勇猛，而且屡建奇功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季历的治国之策和一次次的征伐，使得文王姬昌受益颇多。他非常敬重自己的父亲，并虚心地向父亲学习治国之道和作战的经验。然而，在文王37岁那年，就是公元前1193年，文丁3年啊，他的父亲季历却突然被商王文丁迫害致死。而周人所得到的消息是，季历身体不适，暴病而亡啊。那么消息传到周国啊，传到这个西周，那么文王姬昌啊，万分悲痛。他暂且继任父位，先把他的父亲呢的遗体运回周国，安葬在附近的楚山脚下，并派人到商都打探父亲死亡的真相啊。那么很快这个基里被迫害的真相就查清楚了。原来呢，这个是因为这个基里屡建奇功，国家迅速壮大，而文亲王呢既担心这个周人的壮大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同时又妒忌基里比自己能征善战啊，受人敬仰，因而设计谋杀了基里。基里死亡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就说这个文亲王也是个昏君啊，也可以说是暴君。嗯，他的手下，你像一个大将打仗打胜仗还不是好事吗？他就妒忌他，因为文亲王打仗呢老打败仗啊，而这个他的这个基地呢就老打胜仗，所以他就觉得这事情很丢人，然后就很妒忌他。就在这个基地就是将这个捕获的战利品去给这个文亲王去上供的时候，这个文亲王就借机把他给抓起来啊，在监狱里就把他给迫害死了。那么周国上下一片愤怒。啊，声讨文丁王的文丁之声呢，不绝于耳。文王姬昌忍辱负重啊，将父亲的遗体改葬，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啊，然后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父亲报仇啊。你像文王本身是个孝子啊，从小就很孝顺父亲，那么父亲结果被人杀死了啊，那你像他肯定是有这个深仇大恨啊。那么按照古代的礼制呢，这个姬利的葬礼需要举行完毕之后啊，子女需要守孝3年，然后姬利的葬礼举行。但是然而在姬利的葬礼举行完毕不久，暴虐的这个文丁王却突然暴病身亡啊，其子帝已继位。就是文王还没来得及去报仇，结果这个文丁王就死了。文丁王只在位4年，时间很短啊，所以说这个文王就没法去亲自去报仇了，没法去找他算账了。但是呢，这个古人还讲这个父债子还啊，所以说这个文王啊，后来又带兵去讨伐这个帝乙王啊，结果是大败而归。然后这个姬利去世之后呢，文王继位啊，就继承了这个姬利的这个位置啊。这是在公元前1192年啊，就在周文王继位的这一年呢，传说有人看见在周国都城这个北边的岐山上，有只五彩的凤凰啊，停在高高的枝头上放声鸣叫，引得百鸟前来相会。这样奇异而壮观的百鸟朝凤的景象，据说只有在上古时代舜帝在位的时候才发生过。那么凤鸣岐山这件事情呢，口耳相传，马上就传遍了整个周国，而周国人同时又想起了古公亶父所说过的兴周者昌那个预言。那么姬昌因为父亲季历被伤囚禁而亡，气恨在心，更加尽心国政，励精图治。那么国势比季历时呢更加这个强盛，于是所有的周国人都意识到，也许这个带着盛瑞光环而降生的君王啊，将带领着周国开创出一条不同凡响的兴盛之路啊！这是文王继位。那文王继位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父报仇啊！虽然文丁王死了，但是他还要找商朝报仇啊。那么在公元前1190年，这个帝乙2年，文王姬昌的时候只有39岁啊。那么他守孝3年完毕之后呢？然后姬昌率领着愤怒的周国将士长途跋涉，征讨商王啊，为父报仇。然而由于实力悬殊太大，而且准备不充分，再加上路途遥远，文王姬昌大败而归。那么文王在《易经》的讼卦里边对此事做了记载啊，讼卦里边这样说：不克讼，归而普，其一人300户，无省啊。大意是说，就说我姬昌为报杀父之仇，曾在帝乙2年仓促出兵伐商，结果大败而归。归来之后呢，逃往他乡啊，而我的同乡人几百户却因为追随我报仇啊而被捕，并被帝乙王施以挖眼的刑罚。无省就是把眼睛给挖掉了，这是一种很重的刑罚。就不让他们，就是因为他这当时这就属于在当时看来属于叛乱啊，对吧？那么经过这次失败的教训，那么文王姬昌深深感受到，仅凭着感情用事、逞匹夫之勇的这个危害，因而性情更加隐忍，发愤图强，立志使周国壮大，等待灭商时机。这文王也是非常有德行啊，文王治国啊。那么《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效仿古公亶父、公季的治国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时以待事，事以此多归之。文王姬昌能继承后稷、公刘开创的事业，仿效祖父古公亶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士，治理周国。在治国期间呢，对内奉行德治就用德来教化百姓，那么提倡怀抱小民就是保护老百姓的利益，那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久衣而住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百姓驻耕公田，纳1/9的税1/9现在讲就是11%的税就是很低的税那么现在各个国家其实都，我们现在实际上各个国家的税收都比这要高最低的好像在20%左右，你像美国是22%的几，那么咱就是在中国的那个税收要比它要低一半由此可见这是个低税国家低税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来投奔对不对？他就生活压力就小，不用交那么多税百姓就能够富足那么借这个商人往来呢还不收关税那么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等实行一种裕民政策就减轻税负，让百姓能够富裕，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商王朝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比如说当时的伯夷、叔齐、太颠、洪妖、散佚生、郁雄、辛甲等人都先后投奔姬昌。姬昌自己呢生活简朴，穿着普通人的衣服而且亲自到田间去劳动对鳏寡孤独，姬昌都亲自赡养他们，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的国家，齐州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那么文王的这个到了中年的时候这个商朝的帝王为了这个化解西周和他的矛盾那么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在历史上叫做帝以归妹也被称作天作之合那么在公元前1182年帝继位第10年那么周文王这时候47岁，那么商王朝东南的夷方也先后同这个孟方、邻方等国家势力壮大，他们发动了对商朝的战争这时候帝王呢为了这个避免东西两方同时受敌，也为了修好因他的父亲是文丁王杀害季历而紧张的这种商周关系采用了和亲的办法来缓和与西周人的这个矛盾那么帝乙有两个同胞妹妹，就两个亲生的妹妹那么生的端庄秀丽，为人贤德。那么为了与周人和亲，帝乙先派这个使臣到周，先向这个姬昌呢就是表示歉意表示这个双方父辈所做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商王呢现在想将自己的两个亲妹妹嫁给这个姬昌作为妻子以此来效仿这个1000年前这个尧帝将自己的爱女嫁给这个舜帝这种德行那么使双方结为亲家，化解上一世的仇恨就是通过和亲的方式来化解仇恨，这样呢帝王就能够腾出手来，能够全力以赴的对付这个东部的叛乱否则的话两面受敌他就可能就对付不了那么如果两败俱的话，像文王他也会借机会发伤的啊。那么姬昌呢，听说这个帝乙王要将自己的2个妹妹嫁给他，而且其中的姐姐叫做太姒啊。那么正是姬昌朝思暮想的女子，就是说文王曾经和这个太姒曾经见过面啊，他本身就对这个女子就非常有觉得有好感啊，觉得这个女的很贤惠啊，很不错啊。那么再说呢，目前这个西岐与殷商的势力悬殊很大啊，于是姬昌就将计就计，答应了这门亲事。啊，说起这个姬昌和太姒的婚事啊，让我们就想起这个《诗经》里边有这么，《诗经》里边第一篇叫做《关雎》啊，叫做“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篇脍炙人口的这个诗歌啊，据说这首诗歌是文王所作。啊，这就描写这个文王对这个太姒的这种爱慕之情啊。那么描写了当年文王姬昌对太姒的爱情故事。当姬昌亲自到这个商朝考察地形的时候，因为你像文王他要伐商的话，他会去考察地形啊，而且就包括后来武王伐纣的时候，也是多次去考察地形啊。那么这个姬昌在考察地形的时候呢，在这个商都啊，就见到了这个太姒啊。就是可能因为这公主啊在外边游玩了，然后被这个文王看到了啊。那么这个姬昌到这个在河边呢就遇到一位女子啊，发现她是高贵典雅、美丽温柔啊。经过这个短暂的交往，他俩彼此之间心生爱慕之情，依依惜别啊。于是做了这首浪漫的诗歌啊，表达了文王对这位女子的爱慕之情。这位女子就是后来嫁给文王姬昌的太姒啊。大家看这个《关雎》啊，这首诗歌这是脍炙人口啊，传承几千年，非常美啊情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吾美求之。啊，就辗转反侧，睡不着觉。这由此可见，这个文王对这个太姒也是朝思暮想啊。那么姬昌此行呢，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女子啊，希望能娶到这位漂亮又端庄的这种女子为妻。但后来听说呢，太姒正是他的杀父仇人文丁王的女儿，这还有杀父之仇了，这怎么办呢？也就是当今的公主。那么帝乙王的，就是太姒是帝乙王的妹妹。那么于是他前思后想，渐渐的打消了这个娶她为妻的念头，那么心中也是很遗憾，你杀父仇人的女儿，我怎么能要呢？当时还是接受不了，但后来这个文王可能种种原因吧，啊，就接受了这门亲事。那么但是如今这个帝王呢，就是亲自派使者前来和亲，而且所嫁之女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太姒姐妹，这难道不是天作之合吗？既然那文王那时候信天命啊，然后既然这老天这么安排啊，姻缘已经注定，那就只好顺应天意的安排，就是顺应了就娶太姒。那么周文王姬昌答应了这部和亲仪式，然后又精心的置办了聘礼，派遣使臣入商朝见商王帝乙，就是商定这个吉日迎娶这个帝乙之妹。那么帝乙王呢，就当然就非常高兴啊。不但亲自为他们选定了迎亲之日，还命姬昌继其父为西伯侯啊，就把他封为西伯侯啊，又封了你官位，又把妹妹嫁给你，这样就两家矛盾得到最好的化解了啊。然后特意准备了丰富的陪嫁财物，派自己的亲军卫队护送这个他的妹妹呢上周去成亲。那么姬昌也尽力将婚事办得盛大隆重，亲自去渭水迎接。周国的百姓将很多渔船，在渭水之上，那老百姓把他的船啊连成片啊，然后搭成一座浮桥啊，然后军民排列起来，这个迎亲的队伍绵延数里，周人举国欢庆来迎接这2位来自大商的公主。众人都认为这场婚姻是天作之合，商周双方皆大欢喜啊，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亲事。虽然当时这个文王在这个尊卦里边也记载了，就是当时娶的时候啊非常艰难，因为他是政治婚姻嘛，当然这这咱只是光从好的一面来描述，其实当时的过程还是很复杂的。他这个冒着生命危险一项，有可能会是一个骗局，那骗下去被杀掉怎么办？本身商朝就是曾经有这种不诚信的这种劣迹，对吧？曾经把他父亲就骗了去杀掉了，那么他会不会被骗呢？啊，因为对帝王他也不了解，所以他中间还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啊。所以说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啊，并不是光这个像今天人们认为那种美好啊。那么太姒嫁给这个姬昌之后呢，仰慕长辈的德行啊，就效法文王的祖母太姜和母亲太任的德行，从早到晚都勤劳的这个打理家务，以尽妇道。太姒被称作文母啊，文王在外治理这个国事，文母呢在里边治理这个家事。太姒一共为文王生了10个儿子，这其中就包括长子伯邑考，然后这个次子是周武王姬发，然后第三个儿子是管叔鲜，第四个儿子是周公旦啊。那么这个武王和周公旦呢，就姬发和姬旦，这是两个了不起的圣人。武王是开国帝王。那么太姒亲自教导这10个儿子，从小到大呢，未曾见过他们做过品行不端的事情啊。等他们长大之后，文王姬昌继续教导他们，并培育了2位非常圣德的儿子，就是武王和周公旦啊，就姬昌和姬发和姬旦。那么帝王把妹妹嫁给姬昌啊，使恶化了的这个商周关系得到了恢复啊，帝王就可以专心的征伐夷方和东南方的叛军，而周人在西部的势力也日益增强。虽然这是一场政治婚姻，但婚姻的结果是美满而幸福的啊。商周的关系从此变得融洽，有效的避免了战争，他们的婚姻成为千古美谈。这种政治联姻的方式呢，这种模式也被后来的帝王们所效仿。大家想想后来这个唐朝的时候，唐太宗啊，松赞干布与这个与文成公主，对吧？经常有这种合婚的方式来还。你看，兵不血刃啊，其实大不了就是皇帝，就是为什么皇帝孩子，反正皇帝孩子也多啊，忍痛割爱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他就缓解了两个国家的矛盾，成了亲家了啊，对吧？那这不就不比老百姓打仗要好嘛，对吧？打仗的老百姓死伤太多了，所以说这就需要这个君王要付出牺牲啊。那么文王在治理这个西周的时候呢，也是德行非常高啊。有个故事叫做文王的贤德呢，文王贤德择其枯骨啊，枯骨就是那个骨头啊，死人的骨头。那么文王姬昌呢，是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贤德之君啊。他继位之后呢，文王怀念先祖，继承了贤人的这个德行和仁爱之心，谨遵先人的教诲，勤勉治国，不敢怠慢。这个周代的史书上，就《周史》里边记载，就文王有一次到野外去行走的时候，他看到了就有一堆这个枯骨散落在田野间啊，就暴露在这个田地上。那么这个却没有人去掩埋啊，那么他便叫这个左右的就是叫随从啊，就把这个骨头就给掩埋了啊。然后随行的人就说，就他的随从就给他说，就问他说这也不知是谁家的尸骨，大概是也没有主人吧。然后周文王就说天子有天下，就是天下的主，就是天子就是天下的主人。那么诸侯呢有一国啊，诸侯就是这一国的主人啊。这些枯骨呢暴露在我周国之野，我是周王，当然是这枯骨的家主啊，自然就应该由我来负责掩埋啊。他的随从一听这么一说，听这个文王这么一说，赶快就把这个枯骨就掩埋了。那么天下的诸侯呢，听说这个文王有如此的德行啊，都说这个西伯对死人的尸骨尚且如此，恩德普施，更何况是对于这个活人了啊。那么文王就发政施仁，不仅仅对活着的人，而且是择其枯骨。这是在历史上一个很了不起的故事啊，由此可见了文王的德行啊。那么文王治理诸侯国，即使对自己的宗族兄弟违反了法令，也一样按照法规来处罚，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由此文王这个西周在文王的治理下国泰民安啊，国力日渐增强啊。那么据说这个当时周国的成年人啊德行都非常高啊，因为受文王影响嘛啊。那么少年的这个子弟呢也是这个有很好的德行啊。那么这都是文王以身垂范，善于鼓励培养人才的缘故。古代的圣贤之士啊都没有这个败坏品行的言行啊，并且选择优秀的人加以培养。那么文王谦恭的对待兄弟，挑选贤良人才，教化子孙后代，因此周国就政通人和，民风淳朴，国泰民安。而且文王这个人很善于这个检讨自己啊，他对长者就非常有礼貌啊，对在庙堂之上，在搞祭祀的时候呢，非常谦卑恭敬啊，肃穆严整，在公共场合又保持一种威仪和和善的一种态度。自己独处时也不忘了反省自己，就经常找自己哪不对啊，时刻检点自己的德行是否有所疏漏，不敢稍稍懈怠。文王听到有利于百姓的话呢，就依从去这个实行；听到有人政见，就给他提建议，就一定会采纳。据史书记载，文王在晚年的时候啊，叫文王居而演周易。这个周易呢是文王在监狱里所做。那么咱具体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具体的历史背景。那么帝乙王就是这个商朝的帝乙王去世之后呢，帝辛继位。这个帝辛就是传说中的这个暴君叫商纣王。商纣王继位了啊。那么商朝的苦难日子就要来到了啊。那么纣王残暴淫乱啊，赋敛无度，残害忠良。他曾经当时把这个商朝就是的财富啊，都集中到这个露台，他建了一个露台嘛，把粮食都集中到这地方，把财物天下的财宝都集中在一块，供他自己享用。而且还有荒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那个建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水池啊，蓄水池。然后把那个美酒啊都倒到里边去啊，然后让这些宫女呢全都赤身裸体，在酒里边就是在那酒池里边用这个酒来洗澡，然后渴了就喝酒，饿了呢就他还建了一个叫肉林嘛，酒池肉林啊，就是在那个树上，在很多树上挂上那个肉啊，就挂上那个煮熟的肉挂在上面，然后他带着和这些美女们就是赤身裸体的，饿了呢就吃那个树上的肉。渴了呢就喝酒，说整天就是不务正业，不理朝政，荒淫无度。那么天下老百姓可就吃不上饭，吃不上穿不上啊，饿殍遍野，唉声载道。那么文王这纣王而且还豢养小人，就是让那小人来当官，包括这个费忠啊，还有那个恶来啊这几个奸臣骄奢放荡。在他的统治下呢，商朝国力迅速衰败，民不聊生，战火四起，百姓不堪重负，四散逃跑，就都逃跑，跑到别的国家去了。那么相反呢，周人就周国就西周，在这个西伯姬昌的治理下，民风淳朴，经济繁荣，国势日渐强盛。凡是有才有德的人，只要来到周国呢，姬昌都以礼相待，良才使用。那时天下许多贤才之士呢，都不满纣王的奢侈暴虐，纷纷投靠周国。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文王的这个麻烦又来了。什么麻烦呢？就商纣王的这个奸臣这个冲鸿虎，因为妒忌西伯侯姬昌的这个才德，然后于是就给纣王说就是进谗言啊，说这个他就给纣王说，这个西伯侯姬昌积德行善，盛名广传，诸侯都纷纷投靠于他，如此发展下去，恐怕对大王的江山社稷不利啊。那么商纣王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呢这个商纣王就趁姬昌就趁着这个姬昌呢，就来这个京城啊朝贡的时候啊，借口就把姬昌就是说姬昌说对铲除这个东包侯这件事情不满啊，所以就想把姬昌杀掉啊。但是呢，因为这姬昌这个人缘非常好，当时这个群臣呢就为姬昌这个纷纷上找周王劝谏，为姬昌求情，陈述利害。然后众臣就说这个昔日就是以前的时候啊，这个先王帝乙王为了化解商周的矛盾，将两位公主呢嫁给姬昌，使得西部的边境啊安定了近40年啊。如今我们东边的东部战乱不止啊，南部呢各路诸侯又接连起兵啊，东北全戎啊一个少数民族，各部落呢也对我们这个商朝窥探已久。如果再杀了姬昌，恐怕这个西部的边境啊又要失守啊。那么我商朝呢就必然陷于这个危难之中，所以姬昌万万杀不得。周王听此一番，就找不到这个杀姬昌的理由了啊，于是呢就命令先把西伯侯姬昌囚禁在这个朝歌南面的这个监狱里边，叫有里城啊，日后再说啊。此时呢这个姬昌已经84岁高龄了，在那个年代84岁就是很高的年龄了，就基本上就奄奄一息了，很多人都活不到那个年龄。那么西伯侯姬昌在有里城监狱里边回想起这个40年前自己敬爱的父亲季历也曾被文丁王无故的关押迫害致死啊，父子两代呢皆是忠心报国，为商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如今却遭此陷害，不禁潸然泪下。你像84岁老人坐牢，现在的律法你知道吧，这个8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能在监狱里关押的啊，他只能在监外执行啊。一般70岁以上就不往里关了啊，都是在监外执行。那么你像80岁、84岁这关在监狱里边，这说明这个周王确实够残暴了，太残暴了啊，根本就没有人性了。那么这个文王呢就是在里边感叹，就心如刀绞，这些我忠心报国最后才落到这种下场。那么于是呢他仰望苍天啊，心中就哭诉，哎呀苍天啊，我季氏家族上至先祖后继，几十代30代人，后继也是圣人，尧帝的兄弟后继，从先祖后继下至先父季历，积德行善30余世，敬天爱民，忠君爱国，从不妄为，为何却落得如此此番境地呢？天命何在？天理何在啊？这文王开始也会觉得不是很平衡啊，这么大的事情，这也是灾难啊。那么文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这姬昌独自躺在这个简陋的牢房里，从侧墙的这个窗户仰望着星空啊，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思索。思索什么呢？文王因为他也是圣人啊，他想的就是先古的那种圣人，他们一生的经历对他有什么启发。文王就想，早在7000年前，也就对现在这样就是9000年前啊，9000多年前啊，早在7000年前这个燧人氏治理天下的时候，他做了河图洛书啊，为天地定数，为生民立心。那么在6000年前呢，就是离现在就9700年前大概，伏羲氏呢阳则观象于天，辅则取法于地啊，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啊。2000年前神农氏又根据这个伏羲的先天八卦做了连山易啊，两相叠成为先天64卦，以推演天的运行规律，视为天道。那么1500年前呢，黄帝又得到了这个河图也叫龙图，并以此创制了归藏易，以顺应地的运行规律，视为地道。那么在1000年前大禹治水的时候呢，又得到了洛书啊，始作九畴，定九州啊，自此华夏子孙顺天应时，生生不息那么然而天地皆有运行规律，有道可循，而人世间的沧桑变迁是否也有规律可循呢？也应该有它的运行规律呢。那么天有道，地亦有道，人生于天地之间，岂能无道？就文王就思考这些问题，他不能说为什么我做好事，我一生忠诚，为什么反而去坐牢呢？他父亲也是很忠诚，为什么坐牢呢？他就思考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然后文王就想，顺道者昌，逆道者亡。尧舜禹顺应天道而具有天下，日月所照，万民称颂，莫不从服。那么夏桀呢？夏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叫夏桀，夏桀违背天道，荒淫无道而失去了天下。商汤王顺应天道而取天下，如今纣王依然是荒淫无道，天下必然会丧失在这个商纣王的手里。这就是规律。那么必然为有德者取而代之，王朝更替，世事变迁，这难道不就是人道吗？人道必然顺应天理，这就是天命啊！是我姬昌不了解天命天理，而不是天命不公啊！所以文王想到这个地方，觉得老天原来是很公平的啊！因为纣王暴虐才导致这个是非颠倒，善良的人被诛杀被囚禁，而那个恶人当道，小人当道，这是天命所致。那么自古以来，开创伟业的圣人无不遭受巨大的痛苦这就指的这个孟子曾经说过，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说历代的圣贤之士都要必然经历人世间的巨大痛苦才能成就伟业文王就想，这当年神农氏神农尝百草一日呢72次中毒日中72毒，疼痛难忍那非常痛苦。所以但是神农氏为中国人开创了这个最早的粮食种植，就是神农氏开创的。然后最早的中药，这个药物用什么药物治什么病，也是神农氏教给我们的。要是没有神农的话，你想想我们中国人到今天为止可能就没有中国人对不对？农业的发展也没有今天这个地步。那么这个皇帝战蚩尤的时候呢，历尽艰难，9败而得一胜。就皇帝战蚩尤的时候打了好多年，而且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9败而得一胜，败了9次，最后才胜利。这也非常艰难尧之时，就尧帝在位的时候呢，10日病出，洪水泛滥。那也很艰难，你像当于皇帝生的时候，到处都是洪水，天上还有10个太阳，那就太热了嘛，形容天气非常热，那么老百姓也痛苦不堪，那么尧是不是就责任重大，对不对？对于尧来讲也是很艰难那么舜生于逆境而孝心不变，就舜帝在位的，舜当时那个生下来之后你看他父亲，他的生了一个后妈而且还有一个后妈生了弟弟，非常坏，老想害死这个舜，而舜呢依然是孝心不变这都是这个苦难磨练的圣人造就了圣人，以德报怨，这是舜的德行。那么大禹治水的时候十几年如一日废寝忘食，3过家门而不入这个3是多的意思，就是这个大禹治水有多次从家门走过，竟然不回家以天下百姓为己任就花了十几年时间来治理洪水，十几年都不回家也是吃尽了苦头那么商汤王建立商朝的时候呢，曾经被暴君夏桀囚禁也是被坐过牢，被关押过，9死一生如今我姬昌父子2代都是被暴君所囚，我以耄耋之年却身陷囹圄，可谓苦之极也。阴阳之理，周而复始，物极必反，褒极必复，苦尽甘来，否极泰来天降大任于我奚其，承受如此痛苦也就成了必然这就是这个万事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所决定的除非这个理发生变化，只要是有这个理相生相克的道理存在的话，那么造就圣人就必然是要经历艰难困苦这就是天将大任的一个征兆啊。那么否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人理也不变，既来之则安之。如今既然保得了一条老命，上天必有安排。这文王想到这个地方，心态就很平和了啊。那么我姬氏家族呢，就是文王想，就是我姬氏家族是在精通这个神农的先天神术，就是他懂这个很早就懂易经啊，然后通晓这个阴阳八卦。这小小的游理场虽然是简陋，却也是这个排除世事纷扰、清静独处、包藏宇宙玄机的好地方啊。那我姬常虚度80载啊，如今呢，终于可以安定下来，探寻上天给我们安排的世道兴衰之道。他本来在这可以做学问了，可以搞研究了。你想，他本来在这个西周的时候，他治理国家非常非常忙碌啊。现在在这里边坐牢呢，待了7年，他反而变得很清静了，因为没事可干，在里边就拿摆八卦嘛，研究这个世道兴衰的规律啊。反正所以最后就做成了周易嘛，坏事变成了好事。你平常他在家当王的时候，他就没有时间搞这些事情，对吧？所以这就坏事变成祸福相依的道理。那么想到这个地方，这姬常感到一股这个暖流啊涌遍全身啊，很快就睡着了。啊，在梦里呢，他就梦到了这个他神往已久的这个燧人氏啊、伏羲氏啊、女娲啊、神农啊、黄帝、少昊、颛顼啊、帝喾、尧舜禹汤。这在他心目中都是他崇敬的人物啊，是上古的圣人啊。那么第二天，姬常一觉醒来啊，感到神清气爽，头脑清澈。于是他独自来到院子里啊，想为自己占上一卦啊。当时呢，人们占卜都是用这个龟壳，可是这个游旅城里边哪有龟壳呢？没有，就不具备这条件。文王环顾四周，发现这院子里呢长满了食草啊。文王心中暗喜，为什么呢？据说这个食草啊，也是一种人间的灵异之物。这个《本草纲目》里边有记载啊。《本草纲目》里曾经有记载，就说这种食草这种草呢，现在据说是这种草已经灭绝了，已经没有了。当然，现在游旅城里边也有说是食草，但是那个草好像据说是从外边引进来的嘛，啊，说这种草已经失传了实际上。那么在据《本草纲目》记载，说这种食草呢能活上千年，就和那个乌龟一样活得很长，嗯，那么并能生出几百条直径，就它分的直径非常多。而且食草如果生在这个，这是据说哈，生在盛世王朝的时候啊，这个食草这个枝叶非常茂盛啊，就长得非常高啊，能长这个3米多高。然后这个如果生在这个乱世的话，这个食草就长得很矮，只能长1米左右啊。他就说很神奇啊这种草，而且这种草呢，这个周围常常有这个云雾缭绕啊，有这种仙气啊。那么，因为这个食草活的年岁非常久远啊，就像那个乌龟一样啊，因能活上千岁啊，所以说呢，就能得天地之灵气啊，感圣道之兴衰啊，所以用来占卜呢，自然就能够准确无误啊。就像这个，比方说一个人吧，如果你活了1000岁的话，你像你那个，你就成了世界上绝对是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了，那你的知道历史是不是最多啊？对吧？谁也比不了你啊！那1000年历史，别人都不知道，你讲起来头头是道啊。所以说，他想这个，就是人这个他的这个生物活的时间越长呢，他和这个，因为他经历的历史越久远啊，他身上带的信息就好像是这更久远一样啊。所以这样他在占卜的话就比较灵验啊。这是古人的他们这么一个理论依据啊。那么《史记》这个。《史记·龟策列传》里边也记载了这个食草啊，而且说这个食草是一种很好的这个药材，能够治这个风湿疼痛啊，外用呢还可以治这个毒蛇咬伤等啊，就是也是一种中药啊。那么茎叶呢还可以做一种芳香油，所以可以作为一种香料来用啊。那么据甲骨文记载，商周时期呢，这个人们啊崇尚占卜啊，凡事他们都会占卜。都是用这个龟壳占卜，或者是用这个食草点燃了之后啊，那个食草会冒烟，这个它根据这个烟的这个形象呢，然后来预测吉凶啊。就商朝人两种占卜方式，一个是用龟壳，一个是用食草，在当时很普遍。那么夏商周时期呢，人们非常相信占卜，人们深信人类的生活和一切都是这个上天神灵安排的啊，或者说是老天安排的。那么人们在遇到困惑不知所措的时候呢，就会虔诚的通过占卜来推测这个神灵的意图。由于神灵受天法的约束啊，这是古人的一个理论体系啊，他认为这神啊有老天管着，他不能够随便的泄露天机给这个常人啊，所以只能通过这个一种媒介给常人以启示或者点化啊。那么人们通过感悟相应的卦象来揣测这个神灵的意图和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啊，从而达到一种解除困惑，在困境中能够坦然面对、处乱不惊的这么一种智慧。因此呢，从伏羲氏创八卦开始，占卜就成了这个人和神之间一种彼此都不违背法则的一种恰当的交流方式。这是古人心目中他这么认为的啊。当时呢，朝中就商朝这个朝中啊，有专门这个主管这个占卜的官员，叫做太卜。叫太卜，太卜下面有十几个这个卜师啊，进行了具体的占卜的事项。那么负责他们来起草的主管呢，就被称作叫大祝，祝福的祝啊，大祝。大祝下边也同样有大夫两人执掌其事啊，就是他有一批人来负责占卜啊，而且还负责这个祈求这个上天赐福啊，祈求福年啊，来求这个求的这个江山稳固啊，而且还来解除这个疫情啊，都是这些人来做。那么巫术的主管呢，被称作司巫，这就是巫师，他们负责掌管这个群巫之政令啊。群巫中有男巫还有女巫术人啊，男巫负责驱除疫情啊，女巫呢负责以草药来熏浴啊，去疫这个防病。巫师在当时被认为是能与天地神明沟通的高人啊，有很高的威望和地位啊。那么商朝的人们呢，尤为喜欢占卜啊，几乎遇到任何的疑惑的事情都要占上一卦，尤其是这个商纣王更是这个无日不卜，无事不占，就每天都在占卜。就商纣王每天睁开眼上朝了之后，就要找这个巫师给他占上一卦。他根据占的这卦来决定今天该干什么事情，现在看就觉得非常迷信啊。那么这个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今天也才能够看到如此多的这个殷商的甲骨文啊。那么甲骨文上的内容主要就记载了占卜的这些卜辞啊，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和文化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啊。那么姬昌让看守的卫兵呢，从院子里为他取来一些湿草。然后把这石头上去掉叶片，用它的茎杆在地上呢凭记忆画出了伏羲的先天八卦图，然后把茎杆按照一定的长度呢折成一段一段的，折成数段，摆出伏羲八卦的这个图案，然后又折取更多的石头，摆出先天64卦的图案。摆完之后呢，文王就心生欢喜，哎呦，真乃天助我也啊！为什么呢？文王似乎从这个卦图当中啊，感悟到了人世间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从此呢，文王就每天在这个牢狱之中反复的推演八卦和64卦的排列顺序，以此来推测人世间的规律，也就是人道。他在那个接下来摆那个八卦，你看那八卦这个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这八个卦象摆成一圈，它就有4万种摆法，就4万种组合，就组合成4万种不同的变化。那么文王呢，从其中就选出一种变化来啊，就成了叫文王八卦、后天八卦，它阐释了一个人间的规律啊。其实我后来发现文王还有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其实那个图也是一张伐纣的一张战略图，它用八卦来告诉武王用八卦来伐纣，很神奇啊。不过从哪个方位开始打，就这个牧野之战的方位，文王在八卦里边都有阐释，就是一个图里边就展现出来了。但当时的人们都看不懂。然后这个文王就天天在这摆，你像64卦的话，就摆起来就有更多种组合。这个八卦64卦，这个64卦八卦两个的组合起来啊，只能排成64种变化，就两个两相排，就只能组合上64种啊。而八卦就顺着一圈来摆呢，能摆成4万多种变化啊，变化无穷。而64卦如果再组合的话，那就更多了，变化无穷了啊。就和咱现在计算机什么有以前是16进制、32进制是吧？64进制，那64进制跟这个易经的64卦还是有对应关系呢啊，因为计算机也是2进制，这个八卦也是2进制，八卦是最早的2进制了。然后这个文王经过反复的推演啊，经过了几年的潜心揣摩，终于在这个先天八卦和先天64卦的基础上，重新排列出后天八卦和后天64卦，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文王八卦和文王64卦。那么文王八卦按照顺时针的排列顺序为震、巽、离、坤、兑、乾、坎、艮啊。大家看一下，左边是这个先天八卦，伏羲做的先天八卦图啊，这上面是乾，下边是坤，就是天在上，地在下，这是先天八卦阐释了一个自然规律。而文王的后天八卦呢是火在上，水在下啊，它的顺序是和左边是不一样的啊。它阐释了一个人世间的一个规律啊，同时也是一张这个伐纣的一张战略图啊，以后我们会详细的讲解啊。那么文王的64卦的顺序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周易的这个64卦的顺序，乾坤艮蒙戌宋时比小序履，就按照这样一个顺序来的啊，64卦。那么文王64卦每卦的内容包括这个卦名啊、卦画、卦辞、爻题、爻辞啊。形象的说，就是说这个64卦如同一本书，这64卦就如同是一本书啊，大家把它当成一本书的话，那么卦名呢就相当于这个每一章的这个标题啊，这个卦画呢就如同每一章的插图啊，卦辞就如同是每一章的这个概述和主旨，每卦六爻如同是6个小节啊。爻题如同每节的序号，爻辞如同每一节的内容啊。64卦共384爻啊，但为首的这个两卦呢，乾坤两卦各多了一爻，所以文王64卦总共是386爻啊，386条爻辞啊。那么文王在狱中用7年的时间完成了前30卦的创作，出狱之后呢，他又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后34卦的创作啊。这整个64卦就完成了啊、大家看这个，咱拿这个蒙卦来做比喻啊，拿蒙卦来做解释，就是说，比方说这个蒙卦，这就是这一卦的卦名啊，叫蒙卦，蒙啊。那么这个卦象大象，这卦象里边上面是山，下边是水啊，这是卦象。然后这个下边这个蒙亨，非我求同盟，同盟求我，出师告，再三读，读则不告，立真。这句话呢，就是这是这一卦的这个卦辞啊，主要是用来搞预测和占卜用的，这是卦辞。然后下边初六爻，初六发蒙利用行人，用税之苦，以往吝。初六92、63、64、65上六，这是指的是六爻啊。这个爻呢，初六这是爻题啊，就是这爻的题目算爻题吧。然后后边这个发蒙利用行人，这叫爻辞。啊，就是这一爻的这个内容，这其实它对应着上面的卦象，这个它上面不是六爻吗？从下往上，这初六指的是下边这一爻，两个断开的这个阴爻哈。那么为什么叫六呢？六代表阴啊，这个9呢代表阳，所以说你看底下那一爻就叫做初六爻啊，在上面那一爻呢叫92爻，再往上叫做这个64，就是叫63爻，再往上叫做65爻。64、65爻，因为都是阴爻嘛，最上面爻是阳爻，叫上九爻啊。这是每一卦它是这样来分析的啊，就是用这样来阐释这个，根据卦象，然后赋给它这个爻辞啊，然后文王用爻辞来阐释了他所要表达的这种社会自然规律也好，或者是他所要交给武王的一个信息啊。那么这是文王64卦的这个所有的卦象啊。那么我们今天是从成功学角度来分析这张图谱啊，所以说可以把这张图命名为世界历史上最完整的一张成功学图谱啊。下面我就会一步步展开详细来讲解这张图谱啊，如何为王，怎么来打造一个成功者。那么文王呢，在监狱里边将自己的毕生的经验和心血倾注在这64卦之中，暗藏玄机啊。在当时呢，恐怕只有他的三位儿子能够读得懂。三儿子包括哪些呢？就是一个是长子伯邑考，再是次子是武王姬发，四子呢就是周公旦。而完全能够读懂其中的内涵的，恐怕只有这个姬发和姬旦。这从后来姬发和姬旦的作战计划和治世的方略中可以印证这一点啊。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近乎完美的完成了文王的心愿和伐商建周的宏图大志啊。下面我逐步的就来讲解这事情，让你看看这个姬旦和姬发是怎么来顺着文王讲的这个64卦来完成文王的心愿的啊。因为里边是有具体依据的啊。那么文王为了迷惑纣王啊，为什么这个卦的爻辞这么难懂呢？文王是为了迷惑纣王，不被纣王看出他所做的64卦的玄机啊。在文章中大量的引用了比喻、暗喻、假借、隐语、暗语等方式啊。用现在的语法关系来讲呢，就是说将阐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把一件事情完整的描述啊。比方说有这个事情吧，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啊。把这个一个事情的完整描述中的主语和宾语，还有时间状语、地点状语都去掉啊，只保留这个谓语，告诉他的儿子们伐纣建周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就是我让你去做什么事情，我说做或者不做，但是我不说主语是谁让谁做，谁让谁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这东西都不说，我只说做或者不做啊，就只说谓语，或者他用其他方式，用隐语或者暗喻的方式，用比喻或者讲故事的方式来告诉武王，那当然外人就看不懂了，对不对？他就是很隐含嘛。那么这个，而且连这个谓语呢，这个文王也不直接说啊，而是用大量的运用着讲故事的方式来阐述伐纣建周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去做，什么时机去做啊。从表面上看来呢，文王的爻辞似乎是在解说占卜的吉凶祸福，表面上一看这爻辞好像是来算卦的啊，但实际上不是算卦啊，它里边有玄机，暗藏玄机在里边啊。然后这个，而实际上里边是句句玄机，他极为详尽的告诉自己的儿子们如何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啊，如何得天下人心，如何号令天下，打败纣王，如何治理大周王朝，玄之又玄，着实难倒了几千年来的世人啊，迷惑了纣王，然而却开启了姬发、姬旦的心智啊，使得儿孙们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稳打，打败纣王，建立周朝，治理作乐，进而开创了成康盛世、天下无事的盛世典范。就是后来在这个文王的易经的指导下，周朝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就啊。那么正可谓文王八卦定乾坤啊，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文王在去世的时候啊，这个商朝的领土有2/3已经都是归西周了，人心已经归了西周，表面上是商朝，但实际上是都和西周是一条心。那么武王号令，在文王去世之后呢，武王号令800个诸侯啊，牧野之战灭殷商啊，周公吐哺啊，稳江山，治理作乐，安天下。但是这个武王去世的很早，所以幸亏有周公在世啊，能够辅佐这个武王的这个儿子周成王，把江山稳定住，然后治理作乐呢，把天下安定啊，达到了一个太平盛世的场面，一个状态。成康盛世再垂范，44年无乱世。公元前1098年，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至诚。周成王迁都洛邑后，周公姬旦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新都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史称周公治理。据说当时天下出现了一片祥瑞的气象，青云拂来，青龙降临在庙坛之上，口中鲜有玄甲之图，也就是传说中的河图。周公用笔记录下来之后，龟甲上的图像就消失了。一只麒麟来到庭院游览，凤凰飞到宫廷上，昂首鸣叫。周成王见此大喜，抚琴而歌曰：“凤凰翔兮于子庭，于何德兮以感灵，赖先王兮恩则真，于旭月兮民以宁。”从这一年开始，周成王在位的后20年和他的儿子周康王在位的前24年，即公元前1098年至公元前1055年，历时44年。西周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44年没有人触犯刑律，没有战乱纷争，历史学家无事可记，用天下无事这4个字来记载这段非凡的历史，并被后人称为盛世的典范，史称成康盛世。那么文王在监狱坐牢期间呢，中间曾经有一次发生了这个大病啊，文王生病，曾经武王和周公呢去探视他。那么这在公元前1143年，商纣王12年啊，也就是文王被囚禁的第3年，这时候姬昌的86岁高龄，因为年老体衰，再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心灵上的巨大创伤而卧病不起。西周得此消息，上到官员，下到百姓，无不为此担忧，也因此更加愤恨暴虐的纣王如此残暴地对待一位商朝的老臣。那么文王的儿子呢，听说了此事，更是忧心如焚啊！他们与众臣一起商议，最后决定由次子周武王姬发，当时有29岁大概，和四子周公旦，姬旦有25岁啊，到游里城监狱探视。长子伯邑考呢就留守在西周执掌国政。父子3人在狱中相聚，2人看到年迈的这个父亲身体瘦弱的躺在床上，心中无比的悲痛啊，顿时跪在地上失声痛哭，责怪自己无能，不能将父亲搭救出去。而文王呢却宽慰两位儿子说：“莫悲伤，莫悲伤，人生自古谁无死啊！况且我这只是忧郁成疾，思乡心切，故而引来这场病恶，不要紧，不要紧啊，不打紧啊！见到我的儿子，我这病就好了一半了啊！不知你母亲可好啊？你兄长弟弟们如何啊？”就还关心家里人。那么姬发呢，就含泪回答：“父亲他们都好啊，母亲天天念叨您，不知您何日才能回家啊？”父王悄悄的对二子说，就是文王悄悄的对这个两个孩子说，因为文王会预测嘛，文王就说：“7年之灾，灾厄既满啊，方可回家啊。”就说我这个事情有7年的老日子，由此可见这个文王还是算得很准啊。然后只可将此事告诉你的母亲，其他人等切勿乱说啊，这种事不能乱说，因为本身就周王就妒忌这个文王啊，一看文王算这么准，好做7年牢你都能算准呢，我得给你加上几年，对吧？所以这种事就不能说。那么文王又将自己在这个监狱里边，就在布上，因为那时候用布呢可以写字儿，在这个布帛上写的这个24卦，就前24卦的这个卦名啊、卦画和爻辞呢、爻序、爻辞等，交给了武王姬发和周公旦，让他们回去后一定要细心揣摩，谦虚谨慎，处处小心，切不可鲁莽行事，高瞻远瞩，关心民生，处理好各种政务，将西岐的事业发扬光大。临行前呢，文王反复嘱咐二子，自己7年载额未满，千万不要来朝歌冒险营救，照顾好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们，治理好西岐，勿使百姓们无辜受苦。这是文王对他们的嘱托。由此可见，文王你看自己坐牢吧，还关心着天下百姓啊，这叫心忧天下，了不起的圣人的胸怀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武王和这个姬发回去之后呢，姬旦回去之后，就仔细研究这个文王写的这个《易经》啊。但是后来呢，这个伯邑考是长子，他也是这个非常孝敬这个文王，他就觉得这个父亲在里边坐牢，自己就是寝食难安啊，就觉得应该我作为长子救不了父亲，我不行，我想办法去替父亲去戴罪去，替父亲去坐牢，让父亲回来，因为他很有孝心嘛。所以说后来伯邑考被害，大家看为什么被害的呢？然后这个姬昌在游里城监狱里每日用食草推演八卦的事情呢，快就被纣王知道了啊。但开始的几年呢，纣王并不以为然，心里想，姬昌那么大年纪了，还能有何作为啊？再怎么研究也比不上我朝中的太卜，因为朝中那么多算卦的那些太卜啊，不比你算的准嘛啊，所以说就看不起这个事情。再说，姬昌接受了父亲季历惨死的教训，用算卦来掩人耳目啊，因为季历大家不是被残害死了吗？文王今天就在这里算卦，每天感觉像玩物丧志一样的，给人感觉我整天玩算卦也没什么作为，就在这玩啊，用算卦来掩人耳目。平时呢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别人丝毫看不到他对纣王的怨恨啊，便慢慢的麻痹了纣王。转眼间6年过去了啊，周文王的大儿子呢伯邑考为父亲的身体担忧，日夜难眠。每当想起父亲还在狱中受苦，而自己却无力搭救，就心如刀绞，寝食难安，于是决定到朝歌去替父顶罪。然后公元前1139年，也就是商纣王16年，这伯邑考在群臣的极力劝阻下，大臣都劝他不要去，本身也文王也给他说过不让他去，那么这伯邑考依然一意孤行，备齐了这个礼品财物，到朝歌去找纣王为父求情，代父赎罪啊。当伯邑考见到了自己的年迈的父亲，立即跪地痛哭。文王姬昌第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我的儿啊，你不该来啊，赶紧回去照顾好你的母亲和兄弟们啊，和弟妹们。你记得大家看我《封神演义》的时候，曾有这么一幕啊，伯邑考去见他父亲，文王姬昌就哎呀，我的儿啊，你不该来啊，你赶快回去啊。就是文王他就预测到，如果伯邑考来的话，就会有灾厄啊。所以后来果不其然，对不对？而且在《易经》里边，文王在第30卦的时候记载了这件事情。那以后我讲的时候，你看文王怎么记载伯邑考被害这个事情啊。但是呢，这伯邑考就以为要救父心切啊，所以说就坚决的就还是去想办法去救他的父亲啊。那么就设法拜见纣王啊，献上宝物，请求赦免父亲之罪啊。当时那个《封神榜》里边讲这个伯邑考，这东西是有历史记载的，但当然《封神榜》有演绎的成分，但是里边也有些东西是根据历史演绎出来的。那么伯邑考当时记得给那个纣王带了一只灵猴是吧？一个指南一个什么车啊？然后给这个献给纣王。那纣王呢，因为这个苏妲己当时这个26岁啊，伯邑考呢34岁，这个商纣王这个时候已经接近50岁了。那相比之下，苏妲己一向见到这个伯邑考长得英俊潇洒啊，然后又会弹琴啊，然后这个又文质彬彬的，很有文采。你像这个伯邑考，这个苏妲己一向本身就很，就是作为女人来讲是一个比较淫乱的女人啊，就是就叫淫妇嘛。那他想，你像他看了纣王一个糟老头子了，那么看了这个伯邑考这么年轻啊，34岁英俊潇洒的，又很有才华，他是不是就这个心里蠢蠢欲动啊？对不对？后来不是勾引这个伯邑考吗？啊，然后这个就是苏妲己被这个伯邑考的相貌和才华所倾倒，找机会百般引诱，但伯邑考不为所动，结果就惹怒了苏妲己。苏妲己又设计陷害了伯邑考，纣王将伯邑考杀死，并做成了肉脯啊，就肉饼啊，肉干，送给这个文王姬昌啊，而且告诉他说这是纣王打猎来的猎物啊，打的那个猎物的这个肉啊，然后来赏给你的。文王当时也知道这个是自己的儿子，但是纣王呢，就是用这个事情呢来试验一下这个天天在演练八卦的文王姬昌是否能够测算出来。文王明知是自己的儿子的肉，却装作不知，强忍着悲痛，表面还要装出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啊，感谢纣王的赏赐啊，然后守着那个卫兵呢，就一口一口的就把这个肉饼吃了下去。你像心情，这了不起的人，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呢？这从大局出发，装疯卖傻的，装糊涂啊，才瞒过了纣王的眼光。否则的话，你像文王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啊！你像如果文王很冲动的话，他就绝对不会有后来武王建立大周王朝这样一个历史了，对不对？所以文王这个人忍辱负重，这是仁者的典范啊！那么纣王和苏妲己后来听说了此事，哈哈大笑啊，嘲笑这个姬昌的无能和可笑，更加放松了对姬昌的警惕。所以姬昌这一点还是瞒过了这个苏妲己和这个纣王。这就是大人之心啊，就跟当年这个韩信胯下之辱一样的啊，多跟这些人一般见识啊，因为我有伟大的志向要做啊，有很大事情要做，我不能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那么后来这个文王就出狱了。转眼间，文王在牢中度过了7年啊。周文王的这个近臣洪妖和这个散佚生，他们从这个也是为了救文王，也是很着急啊。你看后来这个伯邑考又被害死了，这个西周这些大臣们也是想尽了办法，怎么来把文王营救出去。那么他们就想个办法，就是从有申国有个国家的有申国找来了这个美貌的女子，就花钱买了美女。然后又到丽戎有熊买来了一些好马和许多珍贵的珍奇的物品，然后他们就通过这个收买纣王的心腹大臣费忠啊，就那奸臣啊费忠，收买他，然后将美女良马和奇物献给了纣王。纣王呢看到这些极其珍贵的馈赠，裤腰带都变得松了，就高兴啊，一高兴裤腰带都松了，嘴里就把不住门了，把不住风说。哎呀，这有这美女这一样就足以释放西伯姬昌了啊！何况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呢！他立马就下令将西伯姬昌释放啊，还赏赐给这个姬昌呢弓矢斧钺等众多的兵器啊，授予姬昌这个征伐各地诸侯，授给他这个权利，就可以征伐这各地诸侯。那么纣王还告诉文王，就说，说你坏话的是冲虎虎啊。要他也不说你坏话的话，我就不把你关起来了，把冲虎虎就给卖出去了。纣王这个人就是这嘴把不住门啊。然后被释放的这个姬昌呢，没有表现出一丝怨恨纣王的意思，相反，他还把洛溪之地献给了纣王，以答谢纣王对他的赦免，并请求废除炮烙之刑。那么纣王就答应了他。那么他的这种坚忍呢，使得纣王对他完全放松了警惕，他的忠心使得纣王对他信任有加，请求废除炮烙之刑，使得文王在诸侯中声望倍增。你像去这个废除了炮烙之刑的群臣，一看就觉得这个文王了不起啊，对吧？替我们大臣着想，所以说文王就更得人心了。然后出去之后还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是修建灵台。什么是灵台呢？就是这个灵台是未来，因为古代人都信天地嘛，他为了给老百姓祈求这个来年能够风调雨顺啊，要建立灵台之后来上面的祭祀。就古人认为这建灵台是为老百姓祈福啊，是一件好事情。祈求上苍的保佑，保佑西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就是为老百姓做事情。那么《诗经·大雅·灵台》这一篇有这么一篇文章，专门说记载了这个事情，说这个孰民攻之，不日成之，经使勿竭，孰民子来。大体意思就是说，周文王要建灵台，替百姓祈福。那么百姓们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像儿子们替父亲做事情那样踊跃参加，很快就把这个灵台建好了。就是感觉还给自己父亲干活一样的。而且当然文王也是要求给这些百姓啊干活的人要给他工钱，那老百姓都不要啊。就由此可见，这个文王很得人心啊。这个殷王朝呢，和其他一些异国的庶民，还有一些失意的贵族，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呢，纷纷携带了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来逃到这个周国。使得周国的这个力量迅速壮大。那么文王修筑灵台为百姓祈福，与纣王建造露台，纣王也建了一个露台，露台是供自己玩乐的，供自己淫乱，什么酒池肉林都是在露台他跟这个纣王建露台供自己享乐这件事情呢，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那个一个是为公，一个是为私文王建灵台是为了得天下人心，而纣王建露台却失去了天下人心，正可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这种做法。那么后来这个文王呢，又一件大事，就得到了这个姜子牙的辅佐，招到了一个贤臣啊。姜子牙呢不得了啊，在《封神演义》里边真是呼风唤雨啊，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这个文王出狱之后呢，已经是91岁高龄了。为完成伐商的大计，文王求贤若渴有一天，那么周文王就要去打猎。他晚上呢做梦，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飞熊呢向自己蒙面扑来那么自己从梦中就惊醒。醒来之后呢，文王就向他大臣们就讲了这件事情。那么太史官这个占卜之后呢，就说此梦啊有大喜之兆，说恭喜这个侯爷有大喜之兆说自己说这就预示着这个梦预示着君侯啊，这次到渭河北岸去打猎，将会有大的收获你所收获的呢，不是龙，也不是狸，也不是虎，也不是熊而是一位公侯之才就是一位圣贤之士来辅佐你他是上天赐给君侯的恩师将会辅佐君侯的事业日渐昌盛并将施恩加惠于您的子孙后代。那么周文王就问这个占卜的结果真有这么好吗？然后太史官就回答说我的远祖史仇曾为大禹占卜结果得到了圣人郗尧那次的征兆呢，也跟今天的您的征兆很相似所以周文王于是就很虔诚的斋戒3日，就吃斋吃了3天。然后乘着马车，带着群臣到渭水北岸去寻访这位贤者。那么当他到了渭水河边的时候呢，这个文王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这个姜太公，就姜子牙，坐在长满茅草的河边呢，正在钓鱼。文王看这位老者的鱼钩呢是直的，因此呢他就非常好奇的就问这愚人所用皆用曲钩，奈何公之钩为直？就为什么你这钩人家都是用弯钩，你为什么直钩呢？那么姜太公就说吾之钩，愿者上钩耳，就是谁愿意来谁来就是钓的不是鱼那么周文王见此人语出不凡，于是恭敬的就向他询问：先生喜欢钓鱼吗？然后这个姜太公就说：我并不喜欢钓鱼。然后就讲了一道理然后使这个周文王就很惊奇然后这个文王就进一步就问他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天下归心呢？然后姜太公就回答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所有人共有的天下能同天下所有人共同分享天下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就会失掉天下。那么天有四时，地有财富，能和人们共同享用天地之间的财富，那就是仁爱之君。仁爱所在，天下之人就会纷纷归附啊，免除人们的死亡，解决人们的苦难，消除人们的祸患啊，解救人们的危急，这就是恩德。恩德所在呢，天下之人就会归附啊，和人们同忧共乐，同忧同乐啊，同好同乐，这就是道义。道义所在，天下之人就会争相归附，人们无不厌恶死亡而乐于生存，喜欢恩德而追求利益，能为天下人谋求利益的君王，就是施行王道。王道施行的地方，天下人就会纷纷归附。这文王就这姜子牙给文王讲了这一套大道理啊。那么文王再次拜谢这个姜子牙说：“那么先生讲的太好了啊。”吾辈呢有眼无珠，实为失礼啊！姜子牙说无妨啊。周文王就非常高兴，就说先生正是助我周国成就大业的旷世之师，我怎敢不接受上天的旨意呢？啊！然后周文王又问曰：周王无道，民不聊生，愿公担任吾之师，可否？啊！就说让姜子牙担任他的老师来辅佐我，怎么样呢？姜子牙就答应了。然后周文王请姜子牙上车，然后屏退，就让两边的拉车手然后退到一边，屏退拉车手，然后亲自将姜太公拉回都城。然后这姜子牙这时候有大概有70多岁，文王有90多岁了。那么由此可见，这个文王对这个贤者的这个尊重啊，礼贤下士啊，对这个求贤若渴。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投靠他？这些事情都处处里都感动别人啊，就是非常这个谦恭。那么当文王就是用手拉着车，拉了一段路程呢，因为年老体衰无力再拉，于是就让随从啊来接着替他拉。那么姜子牙就笑了笑说，姜子牙就笑起来说君侯亲自为老夫拉车867步啊，我必保你大周江山867年。这个故事大家听说过吧？那么周文王听此一说呢，擦了擦额头的汗。说那个什么，我继续再拉，我继续再拉你走，多保我几年。这姜太公就说呢，笑了笑说天命如此，再拉也不管用了，再拉就无妨了，就没用了啊。那么没想到此事呢，后来果然成真啊。从武王建立周朝，公元前1122年登基，到周朝的最后一位君王叫周赧王，东周啊，最后一位君王叫周赧王。于公元前256年被秦昭襄王所灭，正好经历了867年。周文王过世之后，姜子牙辅佐这个周武王伐纣，一匡天下。于是就有一句话，就是有一句歇后语叫做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就是来自这个地方啊。由此可见，姜子牙确实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这个预言家啊，很有这个旷世之才啊。据说姜子牙活了138岁，年龄很大。那么文王出狱之后呢，继续就完成了这个《周易》的后边30多卦的这个创作啊。那文王出狱后，发现这个武王姬发和周公旦及其这个他的儿子们啊，将西岐治理的非常的好啊，自己心里甚是宽慰。通过与姬发和姬旦的交谈，那么文王发现这两个儿子呢，已经深刻的领悟了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周易》的前24卦的内涵。姬发与姬旦分别拿出自己这个亲手所做的这个对父亲这个所卦的卦辞的这个理解啊。姬发当时做了这个断辞，这是通过我推理所得啊，就是这断词应该是姬发所做啊。然后这个姬丹呢就做了这个象辞，这个象辞在历史上就有记得，就是这个姬丹做了象辞。那么这个断词和象辞都是这个对这个卦辞的一个解释啊，卦辞和爻辞的解释。那么文王看后呢，喜上眉梢啊，他仰望窗外的天空，心情激动的说啊，感谢上苍赐给我一双如此聪慧贤德的儿子啊，齐州的大业后继有人了。你想想，如果没有武王，没有姬发和姬丹，这文王再厉害也白搭，他也建毁了周朝，对不对？因为文王年龄太大了，所以他这个建立一个王朝，往往是好几代人，一般都是三四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起来的啊。那么文王这也经历了好几代人，为了掩人耳目呢，使得伐纣建州的机密，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机密的事情啊，不至于被人泄露，不至于被人发觉。文王姬昌继续采用在监狱里创作的这种书写格式啊，那我继续完成了《周易》后边40卦的创作啊，将自己的战略思想啊、治国方略都隐藏在卦象和卦辞里啊，还有爻辞里边，并以特殊的形式记录了伐纣建州这段历史啊。姬发和姬丹继续为父亲的卦辞做断词和象辞的这种注解，父子三人心灵相通啊，一点就透，以至于这种用卦象和卦辞、爻辞来交流的方式呢，后来成为周王室秘而不宣的一个暗语啊。后来为了不泄露军事机密而用在军事上，精通易经的元帅和将军们之间也时常用这种格式来传递军事情报。就是说你这个传过去之后，你看了你能懂，外人都看不懂，一般知识的人看不懂啊，这样就保证了这个事情的安全性。那么父子三人前赴后继啊，共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周王朝，成为历代帝王的楷模。也正因为他们父子三人的成功垂范、运筹帷幄，而使得《周易》这部著作成为群经之首、治世宝典、军事宝典、预测经典，也是成功学和教育学的宝典啊。那么文王晚年的时候呢，就是出狱之后也是，他是一直都活到97岁嘛。然后为了伐纣建州做准备，他还连续征战了好几年啊。那么文王出狱后这6年，主要是做了六件比较大的事情。那么这个《尚书大传》里边都有记载。第一年的时候呢，这个调解了虞芮两国的这个纠纷啊。这里有一个故事啊，就当时这个虞芮两个国家呢，都是商王朝西方的属国，可是他们呢他们遇到事情啊，不找这个商王来裁决，因为这个周王已经不得人心了，所以就仰慕这个周文王的威名，来求文王来给他审断这个事情的是非对错。然后据《诗经·大雅》里边有记载啊，说有这个虞国和芮国的人，因为这个地的问题啊，争这个地界啊，产生了诉讼，得不到解决，然后就进入周国呢，想请这个西伯侯来给他讨一个公道啊。但是这个虞国和芮国的这老百姓呢，到了这个周国之后，发现这个周国的老百姓啊，叫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啊，男女异路，斑白不提鞋，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君子之风啊。他们进入周国境内呢，发现农夫呢都互相让田界，就是我这地我不抢，我让给你，都让啊。然后人们呢都相互礼让年长的人啊。那么来到城镇里边呢，看到这个男女啊分开走路啊，头发斑白的老人呢，这老人走路的在路上走路啊，他身上都不带东西，为什么不带东西呢？就是年轻人都替他拿着，就是年轻人都非常有孝心啊，他不负重啊，就不带东西啊，不背重物啊。就是说人们都很普遍尊重老人。那么来到朝廷之上呢，看到这个士大夫们相互礼让，士人礼让大夫，大夫礼让卿相。所以呢，他们还没有见到西伯侯姬昌，就感到非常惭愧了啊。于是他们商量说我们所争执的，正是周人引以为耻的，就他们觉得很丢人的事情，咱还争什么呢？你看人家都相互让，咱还争什么呢？所以就不用找文王诉讼了，不用找这个西伯侯去诉讼了，去了也是自取其辱啊。于是他们就回去了，而且从此不再进行争执，而且互相谦让啊。这个事情诸侯们听说了之后呢，就说都说这个西伯侯姬昌啊是受上天之命的君主啊，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君王，这个人德行太高了。你看，不光他德行高，他的百姓德行都非常高。那么你像这样的君王，就将来就是天下的君王啊。那么第二年呢，这个文王就这个姬昌就西伯侯姬昌就出兵讨伐了全戎啊，而且战败了西戎诸夷，又灭了几个小国啊，然后这样就解除了这个文王向东就工商的这个后顾之忧，再把西边都平定好了啊。然后第三年呢，又攻打密须，就是今天甘肃灵台县啊，解除了北边和西边的这个后顾之忧啊。西方先后归顺这个姬昌的国家呢，达到40多个国家。那么第4年。西伯侯又这个讨伐这个叫堪离啊，在山西离县境内。第5年又讨伐这个韩国啊。那么这个讨伐离国和这个韩国呢，实际上就是构成了对这个商周朝歌的一种直接的威胁。那么第6年呢，文王又这个灭了这个崇国，崇国是这个崇侯侯所在的国家，崇侯当然不是奸臣嘛，就是诬陷这个文王，导致这个文王坐牢，所以文王就临死之前也把这个崇国给灭了啊，而且这个杀死了这个崇侯侯啊，报了仇，将周的这个都城从西岐呢迁到了这个渭水平原这一带，建立了这个封京啊，就是迁都建了封京。这个《诗经大雅》里边记载啊，就说这个文王啊伐了崇侯侯之后，又迁都到封京。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和双江汝水流域，就向南继续扩展势力啊。这个易经里边有记载，有征南极，就是文王后来讨伐南方，逐步的就是形成对这个商纣王形成了这个四面包围之势啊。那么这个是在文王去世之前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西周呢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大半个天下，而这个殷商已经处于一种极端孤立的境地啊。商朝大臣这时候这个足以感到这个形势严峻，忧心忡忡的就向纣王报告，请他高度的重视日渐强大的西周对商朝构成的威胁。这个大臣足以就给纣王报告说，你得注意这个西伯昌发展太快了，我们得注意得提防他。那么纣王呢，这时候因为这就是亢龙有悔啊，就是纣王满不在乎的说，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谁能把我怎么样呢？就谁也动不了我，我这君位是老天给的，谁能动得了呢？就是太骄傲了，这骄横跋扈，这导致了，这些大家就看看后来谁敢把他怎么样了啊？那后来就被灭了呗啊。那么文王在商纣王23年，也就是公元前1132年，文王姬昌就去世了，享年97岁啊。王去世10年之后。也是公元前1122年，这个他的儿子武王姬发以吕尚就将子牙为军师啊，率兵伐纣啊。姬发会合800诸侯，在牧野，就是今天那个河南姬县南啊，与纣王会战，结果殷军大败，纣王自焚。从此周取代殷商而具有天下，姬发称武王，尊弑父为文王啊。此后文王居而演周易，就成为了千古佳话。由此可见，这文王这个易经真的是对这个周朝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啊。那么文王的子孙，文王呢据说这文王有很多孩子啊，在《封神演义》里边说传说文王有99个儿子啊，后来又收了雷震子，共有百子啊。其实呢，这个文王的百子的典故是出自《诗经·大雅·思齐》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太姒啊。”思徽因则百思难啊，意思是说就是周文王的正妻太姒，由于继承了这个文王母太任、文王的奶奶太姜的这个美德，生了很多儿子。这里的百思难和百实际上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啊，并非说是文王有100个孩子。而据文献记载呢，就据有史可查的就是周文王和正妃太姒一共生了10个儿子啊。那么与其他的淑妃呢，一共生了12个儿子，就总共有22个儿子，这是有史可考的。那么我们今天和文王居而演周易时隔3000年。我们今天重新对这个易经进行这个注解，从不同的角度来注解啊，解释其中的玄机啊。那么我今天就是从教育学、成功学啊、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看文王是如何来创造这一步望子成龙之道的啊。大家看这个图，就是这个文王创造的64卦啊。好，这是通过这个对文王的这个一生的一个概述呢，让大家了解这个易经的创造背景啊，让大家了解这个文王是在什么心态下、什么样的背景下，他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人们那么多年都看不懂易经。你要想真正来理解易经的话，你必须把自己变成文王啊，变成当时文王所思所想啊，放到自己那个历史背景下，你才能够体会到文王为什么会这样创作易经，为什么难倒了那么多人啊，就是像演戏一样，我们要进入角色啊，才能真正体会易经的真实的内涵啊。那么当你读懂了之后，发现易经并不是那么难懂啊，就是因为你能够身临其境了啊，就不是你站在局外之后在那里，就真的有的时候无病呻吟啊，很难理解这个易经的真实的含义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回去之后能够仔细的去体会这个文王创造易经的这个背景啊，能够进一步的去挖掘这个易经所展示给我们的智慧啊和力量啊。那么我这里只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通过我的多年的这个积累和感悟呢，发现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智慧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那么今后希望大家就是我这个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能够有在易经上能够有更大的收获啊，对我们的每个个人、对社会、对国家，能够从易经里边感悟到更多的智慧啊，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使我们将来能够有一个更智慧的人生啊。好，谢谢大家。